你知道这种快递吗？打开里面会有个迷你快递，拆开迷你快递之后，居然在里面发现一枚戒指，上面还有海绵宝宝的图案，真的太神奇了。哇，居然有这么迷你的快递，里面还藏着海绵宝宝的戒指，这么漂亮，我也好想要啊。哇，所剩不多了，我得赶紧下单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星星，你的快递这么快就到了。哇，咱们打开看看。哇，马上要享受拆快递的快乐了。先来一个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咦，原来是瓶饮料，粉粉的，好迷你啊。再来拆两个看看。在找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个小测试。只要点击这个地方，然后点击小星星，小星星就会变成太阳花。拿出不要钱的手机，先点这个地方，再点小星星，就会出现太阳花。你们成功啦！橙色的，哇，这什么？好漂亮！哇哦，是一个迷你罐子。一瓶绿色的饮料，揣到这两个小玩意，感觉到这两个分量有点重哎。让我瞧瞧，饮料，哦，这是什么？炸鸡桶和一瓶黑色的饮料。接着拆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。开，耶，继续。怎么三个都是饮料瓶啊？不过还没有找到重复的，都是迷你饮料瓶多。海绵宝宝戒指到底藏在哪个盒子里呢？继续继续，啊，又是迷你饮料，不信了。哎，怎么都是这些迷你饮料？还真就要找一个不一样的出来。哎，这什么？洗发水？让我盲选两个，我开。海绵宝宝戒指出来吧，又是饮料，看看这一个，还是饮料。这两种饮料你们喜欢喝哪一个呢？我都拆了一半了，还没有找到黄金海绵宝宝戒指。小伙伴们快点给我点个小心心，加加油气吧。到，咦，这个是洗发水，粉色的饮料，坚持不懈才是我西西的座右铭。现在都变成罐装饮料了啊！看一下这个，到，这个瓶子有点好看呢，总算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了。我继续开，咦，戒指，还有一个雪糕，彩虹雪糕。这个戒指也不是海绵宝宝的黄金戒指啊！我怎么感觉好像被忽悠了？里面会不会没有海绵宝宝戒指啊？迷你快递所剩不多了，有没有希望啊？哦。黑色的瓶子，你应该有好东西吧？好紧张。咦？啊，这矿泉水是拿来给我泡泡面的吗？哎，摇起来好像声音不一样哎，难不成就在这里面？你可是全村的希望啊！好紧张。反光的，好闪。咦？好像是哦。哇，真的被我找到了！看这外观，就是了吧？打开看看，里面真的有海绵宝宝和派大星耶。哇，太喜欢了，随时想开就开。我还有这些桌子的饮料零食能干嘛呢？小伙伴快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吧。喵耶。